Yo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各位观众，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体验一下便利商店 Sabalada Eleven 的新品。相信大家最近到这个 Seven 的时候，应该有发现他们的 City Cafe 呢，有多了一个品项，就是跟 Godiva 合作的经典巧克力热可可。然后一杯呢要99块，这个呢应该是在全省的门市呢大部分都有，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是只有在桃园、只有在新竹才有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桃园的 Seven Eleven 喝喝看，究竟 Seven 卖的黑糖珍珠撞奶跟99元的经典 Godiva 热巧克力可可到底值不值得嘞？我们两杯。今天要来试的新品呢都已经到手了，这个 Godiva 的经典巧克力跟黑糖珍珠撞奶，但黑糖珍珠撞奶有点意外，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做热的，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做热的，所以不是用那种透明的杯子装，所以没办法让大家看就是里面珍珠黑糖珍珠在下面的样子。但是呢它这个一打开呢非常非常重的黑糖味，极重，真的极重。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有买这个 Godiva 的经典巧克力的话，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它后面这边有折价券，是在这个杯套上面，我觉得这个还蛮酷的。所以如果你想真的是需要折价券的人，这个呢就记得不要丢掉，好不好？这个是它的折价券，蛮有趣的。那我们就先从 Godiva 开始，我个人是比较期待。Godiva， 其实我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这样念，但是我印象中应该是 Godiva， 不是 Godiva。哎，いただきます。是有比 Seven 原本他们是有自己卖热巧克力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这个呢，是肯定有比它好喝的，因为毕竟它很贵嘛，它99块，其实蛮贵的。那喝起来的口感呢，有那么一点像美露，但是还是稍微感觉出来它有一点点那种高级巧克力的感觉吧，一点点。但整体来说呢，如果你有喝过美露的人，你可能第一个直觉联想到的会是它。他们可能用的原料是 Godiva 提供的巧克力没错，但是可能是因为制作成这样子的饮料，所以反而原本是高级的巧克力呢，你就没办法去感受到它那个原本的那个纯度，所以你就导致说它这个因为原物料比较高级，然后需要卖到比较高单价，但是呢你喝起来可能会没办法得到相对应的回报。但是说不定说不准大家喝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超级好喝，因为这种东西呢反正就是非常主观的。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目前好像在全台湾都已经有了，就不只是桃园区才有的。那目前这个东西呢黑糖珍珠撞奶就是只有桃园跟新竹地区才有，然后其他台湾的门市好像要在1月多之后呢才可以喝得到这个黑糖珍珠撞奶。那今天刚好有机会呢，我们就先来喝喝看啊。我先把它搅拌搅拌，让它这个底部的黑糖呢可以跟那个它的鲜奶稍微融合在一起。我们先把它吸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呦，你看它那个鲜奶的颜色呢已经稍微变得有一点跟黑糖的颜色混合在一起，然后大家仔细看哦，我会放慢动作，但你们就在那个一瞬间看到它珍珠长的样子哦，仔细看哦，我要放哦，3、2、1。好，有看到吗？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我们再一次，再一次哦，我们只有这个方法可以来看到，有吗？好，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因为它没有，不是冰的，它没办法用那个透明的杯子拍给大家看。好，没关系，我们还是来喝喝看，目前桃竹地区才有的黑糖珍珠撞奶，いただきます。说实在的，我蛮喜欢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它这个呢本身的甜味是由它的黑糖珍珠带来的，因为我们看它那个包装啊，看起来是黑糖珍珠在里面，然后还有黑糖糖水在里面，所以它本身呢是没有加其他会增加甜物的东西，就是黑糖珍珠下去，然后热的鲜奶下去，然后直接拌在一起，整个喝下去的口感非常的顺，而且黑糖的味道不会太抢戏，是有跟牛奶在共存的。但是有一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对珍珠的口感非常挑剔的人呢，你可能会不喜欢它，因为它的珍珠相对的没有那么的扎实，因为毕竟它不是现煮的珍珠，所以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它是冷冻还原，所以没办法保有珍珠最原始的那个扎实的感觉。但是整体来讲呢，我是很喜欢的，因为我很喜欢它那个黑糖跟鲜奶融合在一起，你喝到口腔里面的时候呢，微微的它的黑糖的那个甜味微微的在嘴巴里面开始慢慢的展现出来，很舒服的感觉。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Godiva的那个经典巧克力可可呢，那个价位不太 OK， 哇，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尝试的话呢，喝黑糖珍珠撞奶呢，感觉 CP 值更高了一些，好不好？那个经典巧克力可可呢，就如同我刚刚所说，它的单价太高了，然后可能它的巧克力用那样子的方式呈现呢，没办法展现出那种高贵高级的感觉，所以就会让你觉得它没有那么的物美价廉。但相对来说呢，这个黑糖珍珠撞奶呢，我觉得它有达到一定的水准，然后它的那个黑糖跟牛奶混合的感觉非常的温纯，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刚好到桃园或是新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黑糖珍珠撞奶呢是值得尝试的。那当然在未来一月，好像一月多开始呢，全省的门市也都会开始贩售，所以大家也不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抢着去体验，也可以等到之后再来喝喝看啦。那么最后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我去体验或是开箱的东西，也都欢迎留言在底下，有机会的话呢，我一定会去试试看。那么最后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在下面点一个喜欢并且分享，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那么各位观众，拜拜。